大家好，我们是一加一点三，我是陈宇，还没有。今天我们来到内湖的点华丰富的吃饱费喽。据说呢，这一间是全台最大间的饱费餐厅，但是他们里面比较具有特色的是那个天使虾，天使虾一定要拿，他会给你一个小扣环，然后你就把它放下去，那他就会帮你把那个天使虾送到你的桌边。我记得有天使虾，然后还有生蚝。不过听说他在台中的时候还是有保留龙虾，但是台北这边已经没有龙虾了，所以就是用天使虾替代。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啊，所以进来的时候还是要佩戴口罩，然后量体温，然后手部要消毒，然后等一下取餐的时候也都是要戴着口罩。你只有吃的时候你可以把口罩拿下来，有那么一点点不方便啦、啊。但是现在这个状况，大家就配合吧。我们吃的时段是下午茶时段，是2点半到4点半。我觉得比较划算。下午茶的东西听说跟中午正餐的东西差不了多少，但是它的费用上面是差别蛮大，差了200到300之间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可以试试看，到底它的下午茶的时段是不是内容物一样那么好吃。而且它的平日跟假日价格也是相差100块，所以最便宜就是平日下午。那我们就等一下见，拜拜。桌子有这个圈圈。我们要先去投虾子 ，Go Go Go！这边没有天使虾了，来试试看不一样的。它这边有气泡水，就是你可以先压旁边。就是它旁边有几种糖浆的口味，那你可以选自己想要的糖浆。总共有8种，有蓝柑、玫瑰、薄荷、白葡萄、苹果、橘皮、爆米花。哎，爆米花蛮酷的。对啊。覆盆子。OK。要爆米花吗？好。来来，我自己拿。我想拿个土瓶蒸。好啊。这个我觉得它超好吃的，它是那个脆皮葡萄鸭卷，哎，它在卷起来的时候，它旁边还会再放一层那个大饼包小饼里面那个小饼，酥酥脆脆。哦，这个刚酥好香哦，这个。你要吗？好啊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在冒烟呢。2份，谢谢。这感觉不错吃，它是尾鱼耶。对啊，你要吗？好啊。那、啊、这个是、哦？这边是非常健康的清真食物，这是宝宝可以吃的。对啊。已经被拿完了。对啊，大家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刚刚这个在里面，你说那个面那个好脆哦，那个脆脆的那个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喝下你的气泡水。这个气泡水啊，放不放？我喝喝看。老实说，这可能不是我的菜，这喝起来真的是有凤泡的味道。那你试一下不能吃。我觉得不能吃，喝起来很清爽。因为我觉得爆米花刚开始喝就是很新奇，但是后面的尾韵真的没有很足，真的蛮不舒服的，惨的惨的，第一个就这么冷。订阅频道好不好？按赞加分享好不好？那追踪我们的 IG 跟脸书好不好？试一下刚刚刚出炉的那个鸭肉，它吃起来有微辣，它很像我们去那个烤鸭店买那个一鸭两。陈如爸小小抱怨一下，它这个叉烧包里面那个馅是不是太少了？好，陈如爸要来做第一回合的酱。刚刚那些盘里面，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刚刚那个一鸭两吃那个鸭腿，因为它带点微辣，还有那个五根排骨没有了，就这样。鸭饼呢？鸭饼我个人是认识，但是鸭饼我也是推荐大家试一下，因为它里面那个
脆脆的搭配那个饼皮，再加上那个鸭肉，哇！但是还不在陈如爸的排名范围。我排名跟你不一样，排名跟你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让你说一下吧。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鸭肉，带凤爪，本身排名。你跟我看法不一样，看法不一样。陈如爸都喜欢吃那种凤爪，但是大家去吃路边摊就好了。给你一个凤爪试试看，它已经热到那个骨都有分离。炒双鲜，我刚刚吃那个包什么哎、欸？是鱼布吗？还是鱼条？来，这个。哦，它有那个烤肉香的味道，然后又带一点微辣，又来了。哦，刚刚那个鸭腿可能要排到第二，这可能要排到第一，这个辣味很重。那吃下去那个辣直接在嘴巴里面爆开了，有点像鱼杂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蛮好吃，脆脆的。是小握寿司。刺烧握寿司，赶快拿回去试试看吧。我来吃刺烧握寿司，鲑鱼的油花刚刚好，它那边配那个包什么，这样看起来很高级。嗯，它那边会还配茶具的爆浆。牛肉，我觉得刺烧系列非常的推荐，三个都很好吃，只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有饭，就是可能很快就会饱。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道是握寿司生鱼片泡 Q 螃蟹，泡一下吧，拌菜。对，我觉得今天有点失望，是它没有冰淇淋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主餐跟下午茶的关系，所以有可能是下午茶跟正餐的时间点不一样，那可能就没有天使，没有天使虾。我觉得天使虾是重点。吃完两盘下来，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餐厅的端倪。就是它主餐的时候，它会有红酒跟白酒，但是到了下午茶只剩下啤酒。然后主餐的时候有天使虾，但是副餐的时候没有。虽然没有的状况下，那我觉得没有到不能接受的状况。它有取用鱼取代啊？那个炒双虾哦，刚刚那个服务生有帮我们解答，那是鱼肠。虽然它没有天使虾，但是这个鱼肠我是蛮能接受的。我要怎么样解释这个口感？有点像花枝。很像生肠的口感，可是它没有像生肠那么硬，它更薄，更好吃。这边正对面就是捷运站内湖的建南站二号出口，步行大约一分钟就可以看得到喽。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是珍珠哎、欸。那就来一杯珍珠奶茶好了。啊，这个奶茶可以喝，可以喝。陈如爸很可以。水果汁吗？小黄瓜汁。小黄瓜汁。哎、欸，我想喝一点看看。它就是哈根达斯跟哈根达斯。好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内湖丰富巴菲自助式影片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一个喜欢、订阅、还有分享，还有开启右下角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